给大家看一下灰，灰跟蓝都超美的，没有颜色。Amber， 刚才那一对耳环是很轻的哦，不会重的，不会重的。好，那身上这个套装是不分尺寸哦，刚刚小妹有问哈，这件是没有分码的 ，S、M、L 都可以穿哦，都可以穿。然后跟大家介绍它的牛仔哦，它是做水洗牛仔，但是它是软料的哦，不是硬硬粗粗的那种，所以穿上去舒服，而且它会有微挺度。但软料的听起来有没有？你穿起来就是觉得质感很好，而且舒适度很好。好，那这件的话，我穿的是蓝色的，这个蓝我觉得蛮好看，它就是有点水洗深蓝色。那它的纽扣都是做超质感同色系的扣子，这个都可以活动打开的。但其实穿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这样套上去就好了，三颗扣哈。那你里面穿小可爱，它就是像这样子。然后领口的话呢，就是做正常的这样子。它切的 V 领切的也很刚好，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，所以穿起来整个版型很完美耶。一套699而已，真的要的赶快加，完全不会痛。然后袖子的地方我觉得很可爱，这个弹力也很好，它是算长袖，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这块牛仔软料水洗的面料都是有弹性的。然后再就是裤子的地方，裤子的话它是也是整圈松紧给大家，所以很简单穿上来就好了。重点裤子呢也不会太短，裤长不会太短，所以穿上去也不用担心会走光。然后口袋也很大，然后它是因为都有弹性，所以这款是不贴腿的，整套穿起来很好看的、欸、这个。然后还有个抽绳，有没有？你要放下来或缩起来都可以，非常有型。然后搭配个短靴可以，脚上这个靴很好看，大家可以拿来比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是蓝色的哦，那我换另外一个灰色的。身上穿这个灰色的，然后给你看一下颈纹嘛，放下来是这样子。其实你不一定要绑起来，如果说你不想要缩的话呢，你把它随性打着在这里，是的啊，根本不用担心。然后你也不用塞进去哦，它就随性穿就好看了。你要缩起来或者把它放出来都可以。有胖女孩穿的衣服吗？我身上这件 L 号可以穿，都可以穿哦。跟你讲，它这个牛仔的整件都有弹力的哦，质感非常好，而且穿起来很显瘦，然后是不贴腿的，然后裤口地方是整个是很弹力的，很弹力，而且这个是一个很扎实的松紧，所以穿起来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也不会太短，然后也不会痛。这个灰是不是也很美？因为牛仔很少做这种灰色系的，它也是水洗牛仔做灰的。软料的，软料的哈，穿起来是亲肤的，我觉得整个非常有型。好，然后我自己穿，我也喜欢把它拖起来，看个人。那它裤子是高腰的，所以它是不会露肚子的。然后扣子一样是做同色系的扣子，我会刚好缩在裤头上啊，你不用怕会露。72公斤哦，身高嘞？我找一下有没有我可以穿的，好吗？我找一下。其实72公斤应该 L 号，可能你穿也会太小。平常 L 号可以穿的尺寸，它穿什么？然后它是做有点小小灯笼袖，所以我觉得它袖子超可爱的，整个就是超有型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点小打折，100落肩的。好，上这个。好，身上的套装。编号07号，编号07，蓝色跟黑色两个色，蓝跟黑两色哈。灰。哦，灰啊，它怎么写黑？这是灰色。啊，蓝跟灰，蓝跟灰，不好意思。蓝跟灰哦，好，两个色写黑。